为什么我出门不买眼儿呢？就是因为有可能我们买了眼儿，回来一摁摁空格，啪嚓给摁出去了，是不就尴尬了？我为什么空格是插眼？我不能空格是插眼吗？我 F1 是按自己，空格是插眼，有什么问题？不累呀、啊，我手长。我现在这 F1 都已经成为就是，都已经成为我的这个肌肉记忆了，明白没？一级升什么技能？怎么出门？按什么键？按什么键呢？我都已经基本上就是肌肉记忆了。Hello， 一只咪。你别吃，呀！杀不了，回家了。身上有骸骨。为什么要卖？因为一会儿还会给一个，早卖早享受。小传送吧，先打个骸骨，抠他一下。我的炮车还行啊。把药吃了。这都不敢打呀。真怂，比我们多400块钱装备不敢打。
回家吧。现在的人挺难杀呀。哎呀！他掉了我一边点蓝，还没补着，可恶！还出日炎，插个眼儿去吧。潘森不知道上哪去了，等一下吧，出来了。跟你玩游戏真没有意思。真的这就闪了，下波再杀吧。有 bug。是什么 bug 我不跟你们说。自己体会吧。太硬了，不好杀呀。小心点攀身呢。喂，跑！
看你的了，巨魔，给我吃巨魔！能咬死吗？咬死啊！漂亮，打峡谷先锋。还行啊，走了，可以接受。哎，有声吗？有声。呀，那个叫开会来了。其实这个巨魔不回去捡也行。第一吧，是他出的都是护甲，打肯定是打不动。第二吧，那前面让他杀了一回，正常来讲不应该是他杀我，那甲猴不打人，现在他妈有 bug 打的英雄。他就上路，塔不要了，挺有意思的。1480，差点钱。
没事儿，我收完这波兵回去了，我把三项出了，没烫死，差十滴血，闪一手好了。马上下来，没关系。进班了，留守。那我得了，切过去。我上路也没法去，那兵线太差了，我可以来中路给你收一波。峡谷可以要，来吧。这E这怎么回事啊？就杀我！哎，我靠！这怎么能二换二呢，兄弟们？那魏大招甩我身上了。AD 没死，这不应该二换二。他们家派克大还空了，派克大空了，小黄毛啥也没干，让我杀了，然后魏大招还交我身上了。二换三还行吧。没人要我拿吗？有人要啊，有人要那算了吧，早说呀。打不过呀，太硬了，打不动。那大招他妈空两个没打过，哎呀！但也不是，其实伤害正常不应该这么低的，那假猴不打人。
这不给他杀了，我的天哪，大龙打不打？打大龙吧。压不了起身，哎，忘了，不压他起身好，压不住。猴哥得研究一下出装了，不能把三项啊。哥呀，你是我哥呀。